老妈说香酥排骨必须先卤后炸，这样口感才会外酥里嫩，口口留香。今天用金龙鱼菜籽油炸制排骨，卤味香与菜籽香相互融合，好吃的停不下来。做法也很简单，将香料袋封好和排骨放入清水中，放入老抽生抽，放入糖浆搅拌均匀，水沸后煮20分钟，浸泡10分钟后捞出沥干水分。锅中倒入金龙鱼菜籽油，油热后放入排骨，炸至5分钟，表皮焦黄即可捞出，用吸油纸吸干多余油脂，撒上芝麻就可以享用了，赶紧来试试吧。